高79次列车，由北京西站开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大标杆车次，由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复兴号 CR400AFA 型电力动车组担任此次行程。受疫情影响，该车次终点站缩短至深圳北站，10点从北京西站出发，18点38分抵达深圳北站，行程2400公里。本期我们了解深圳大小梅沙。北京西站，石家庄站。郑州东站。
武汉站。长沙南站。广州南站。
深圳北站。大小梅沙又称梅沙踏浪，由大梅沙和小梅沙组成，是鹏城十景之一，是一个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的著名海滨旅游景区，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。小梅沙三面青山环抱，一面海水蔚蓝，一湾新月式的沙滩镶嵌在蓝天碧波之间，环境优雅，空气清新，秀山美水给小梅沙增添了许多灵秀之气，慷慨的大自然把它造化成都市人理想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。大梅沙拥有深圳最长的海滩，海水清澈，沙滩广阔，沙质细软，是现代都市中不可多得的海边休闲之地，也是深圳八景之梅沙踏浪的主要组成部分。谢谢观赏，敬请关注。